我就是暗黑伯爵阿 Ken，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企划《女王的密室之谁是至尊魔王》。看到没有？今天是特别企划，所以我也跟女王借了这个。你看到没有？羽毛相当漂亮，有没有？因为是特别企划，而且我前两天看了丹麦女孩，开始觉得自己有点中性了，很好。今天相当的特别，九位魔王会轮流答题，好吗？九位魔王会轮流答题。假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答错了，那位魔王就要摘下面具；如果在节目的尾声，他都没有把他的面具摘下来，他就是我们的至尊魔王了。一轮总共有十题，十题全部答对的话，你就有机会得到10万块。好。究竟是哪九组魔王这么厉害，今天要来参加这个至尊魔王大赛呢？让我来一一为你们介绍他们。首先，第一组魔王，尖头人以及猫女，这两位相当厉害，最近已经出书了哦，而且都是大卖哦，大卖大卖，是不是？是不是？接下来是第二组，是我们金头脑冠军斑马，听说他很厉害，他爸爸更厉害，他的曾祖父更厉害，曾祖父是厉害的不得了，全世界都认识他的曾祖父哦。他究竟会是谁呢？不知道，不知道。接下来第三组，外景节目达人忍者龟。好，这两位一看，假如不知道他们是谁，那就完蛋了。其实几乎是不用戴面具的。接下来我们欢迎第四组，京剧姑娘。好，这两位相当活泼，相当厉害。切！好，是要做法了吗？对。好吧，线上的玩家，你们要准备紧张了哦。接下来是第五组，威尼斯女王以及皇后。看到没有，气势非凡，这两位就算是摘下了面具，一定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漂亮啊。可以现在就猜了吗？啊，可以，不可以、哦、等一下，请遵照比赛游戏规则，谢谢。 好，接下来欢迎第六组，月亮人。好，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身高来看看他是谁。好，应该答案呼之欲出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就是第七组，财经专家花精灵。我也有红红的。假如是财经专家的话，大家就知道今天他会把奖金看得很紧的。好，接下来是第八组，曾经得过10万块钱的嘉年华公主。曾经在我们节目获得10万元，你知道他是谁吗？去查，去查呀，我们不怕你知道。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第九组，包租公的狐狸先生。据说他是包租公，拥有很多房产，就是爱钱。怎么样？他要把你的奖金全部拿光光。好，九组魔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你们开玩笑了，好不好 ？OK 的，表示他们心情非常的平静，一点都不紧张。线上玩家，你们应该紧张的不得了了吧？今天说不定你一毛钱都拿不到了呢。好，赶快加入我们线上对战。现在先让我们看看比赛规则 ，VCR。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特别企划，九组魔王会轮流的答题，如果谁答错了，他就必须要把面具摘下来了，用真实的身份面对大家。好，九组魔王都已经准备好了，马上我们要觐见明夜女皇。全部都戴面具了，都变成奇怪的人了。真的，还有月亮人，还有狐狸人，还有皇后，真的，还有尖头人，还有京剧姑娘，还有花精灵。
花精灵，全部都有，应尽俱全。嘉年华公主的身材很好耶。我不是女王，威尼斯女王，威尼斯的，坐下好吗？我是威尼斯。猫女的身材也不错哦，猫女不错哦，真的，又高挑，又高挑，风景好。哎，今天我们是期待答错拿下面具呢，还是期待可以让人家得到十万元哦？对啊，那拿出真正的实力才行。对，我们俩这样站的比例跟刚刚有一组很像哈。真的耶，真的蛮像的，对不对？哇，天哪！这一组再猜不出是谁就糟糕了。对，他沿着这个大个儿的大忍者龟已经超出我们的框框了，你们真的是不是？快要撞到摄影棚的灯了。对，真的。好的，来，好，我们准备啦，准备好了，上线喽。好，马上要请问第一组魔王第一题，请问你们。很多小朋友怕吃苦瓜，怎么样可以制作出比较不苦的苦瓜料理 ？A. 炒之前先泡盐水 ；B. 拉长翻炒的时间 ；C. 挑比较黄的苦瓜，五秒钟，请作答。挑比较黄的一定是不对的。对啊，拉长翻炒时间，我觉得对。掉而已啊。好，你们的答案是 A. 炒之前。A. 锁定。平常有在做料理吗？其实今天啊很重要，是九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老鼠屎，因为到后面奖金越多，奖品也越多，对不对？压力越大。好，第一组最没压力过关啦，大家。很简单。哎呦，这个是你很清楚是不是？超 easy， 超 easy。为什么就泡盐水就会降低苦味？因为它有渗透压，盐有渗透压，它可以把这个分子呢稍微苦涩味带一点掉。哎呦，哇！假如你有出烹饪的书的话，一定是大卖。接下来我们要轮到第二组魔王了。好，这个斑马哈。斑马，请问你，这斑马哪一种看电视的行为最伤眼 ？A. 看半小时休息十分钟。B. 边吃泡面边看电视。C.一直转台，五秒钟，请作答。好难哦，很简单。吃泡面。您的答案是 C 啊 ？C 吧 ？C， 锁定 C。一直转台，你知道吗？是 B 吧？这里头我最猜不出就是这斑马跟月亮人了。所以很想他们答不对，但是答对啦，很厉害。转台的时候，色彩跟影像要重组，所以说呢，要眼睛呢肌肉运作必须要重新对焦。所以你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话，容易造成眼睛疲劳。所以现在看到我们节目就不要再。对，我们这一台就不要再转了，好吗？叫别人转过来就好了。好，好，恭喜你答对了。接下来第三组魔王准备好了。你们的样子好好笑，真的蛮好笑的。好，请问你们。以人体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女人要能够挤出事业线的要件是什么 ？A. 皮肤够松 ，B. 赘油够少 ，C. 肩膀够窄。五秒钟，请作答。这一题问你怎么有办法？你又没有事业线，怎么问呢？是不是？肩膀够窄？你刚刚来到你说话，应该是 C， 你们的答案是好 C， 肩膀够窄。C 吗？肩膀够窄，锁定。等一下，是吗？其他的魔王是的，女王，女王怎么了？怎么？我想请问那个小忍者龟，小忍者龟穿高跟鞋吗？我有啊。你还有？你还有穿高跟鞋？我有啊。你可以把高跟鞋脱下来吗？你把高跟鞋脱掉，你再看看你跟这个大忍者龟差多少？对对对，你可以把。高跟鞋脱下来看看。哇！你完全挡不到他哎。好像小矮人哦。差好多。肩膀够窄，答错啦！答错了。其实
正确的答案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知道，我们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啊，很简单，赘肉吧？啊，我们不用，我们没有这种问题，不用挤，因为不用挤。威力是女王跟皇后，他们不用挤，对，因为他们皮肤松了，所以刚好。是。哇！好敢讲，哎，天气无聊，坐下，是女王，我坐下。这种，这种玩笑，这种玩笑通常是在电视节目开了会很棒很有趣，但是私底下你会倒霉。哎，对对对，女王息怒，女王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些问题。这对这题正确的答案是 A， 皮肤要够松啊，是的，要挤出乳沟，老了就有事业线了，皮要够松才行。皮肤太紧还不行，要够松哦。为什么？对对对，那你可以甩到后面。对啊，因为赘肉够少也不行啊，太松，肩膀太够，太窄，太窄也不行。好，哎，不能练肌肉。哎，好，这哎第一回合我们奖金都没有哎，奖金都没有，对啊，白第三题要送出去了。你们这是第一这一。九个魔王当中第一个老鼠屎哦，对啊，对，那你们要把面具摘下来了，对啊，他们摘不摘也不重要啦，对，只要看你们羞愧的表情而已，请摘下面具，面具跟那线上的朋友都道歉，天哪，原来是你们两个，我满头大汗的你，哈笑远跟林彦君，我真的死掉了，你是。哇，太这个面具别人也不能再用。哎，你真的满头大汗的，挂掉了，怎么这么热啊？自己打篮球辛苦哦。哎，我觉得那个月亮人会不会变太阳啊？为什么我们这一排都要戴这个全罩式的面具？对不起，你们说话可以再慢半拍吗？我听不到。不要说你们，哎，今天其实我主持也有点障碍，报告女王，因为我真的听不太清楚他们在讲什么，是透过面具在讲话的。而且你知道吗？我连讲话啊，我都不知道，我都听不到我在讲什么。好像里面是这个小型的体育馆，咚咚咚咚咚，哇，好吵啊！对啊，你现在可以办个演唱会啊！对，大家今天要到，真的要集中精神，好吗？来来来，我们赶快来第二回合吧。好，好，接下来要进行第二回合了 ，Go！ 好的 ，OK， 马上来到第二回合了，希望大家不要再答错，不要再把面具摘下来了，我们还是觐见谜语女皇。来，第二回合。是的，京剧女，京剧好，第一组是京剧姑娘，刚刚她已经讲错话了，希望你要答对啊。对，来，今天你会走不下这个楼梯的，真的。好，来，注意了，请问你们第一题，在韩国哪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被列为疾病管制 ？A. 不爱喝水 ，B. 习惯咬指甲。C 网路上瘾，五秒钟，请作答。我跟你说 ，A 跟 C 都不容易被发现，应该是 B 啊，因为他习惯动。好，你们的答案是，请告诉我。B 习惯咬指甲。B 锁定。习惯咬指甲。在韩国。在韩国，为什么？好，你们的理由是什么？你们是被列为疾病管制，习惯咬指甲。对，可能因为这比较平常动作会看得到，那你网络的话，那种东西都是比较隐私的。对啊，那不爱喝水，那也算不良习惯啊。不爱喝水，网络也可以，网络也算时间可以不良习惯啊。疾病管制哎。疾病管制哎。其他人知道吗？因为指甲里面很多很多细菌啊。天哪！不爱喝水也。可是这一题其实。其实像月亮人他就咬不到啊！我们赶快进一下广告，让月亮人出来透个气吧。这题留给他答吧。月亮人好热。我真的觉得对今天的观众非常的抱歉啊！虽然每个人挂的面具都叫魔王，可是他第一题就答错了。哇！正确答案是网路上瘾。啊，天哪！
现在有很多，前一阵就有新闻啊，很多小朋友啊，网络会上瘾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疾病啊。哎，真的，在南韩已经跟酒精、药品、赌博列为五大上瘾，列入管理。哦，所以他已经是上瘾被管理。好，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再哈了，要摘面具了。什么？哎，他们戴面具比较谁？我到底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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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谁？好，好。好热哦！难怪你会答错，是你啊！是你？是我？我就是傻女孩，我就是傻女孩。对，哎，你是谁啊？傻女孩，傻女孩文琪啊！文琪跟 Albi 是。对姐妹花答错了，花都哎，其实我发现啊，两个一起主持节目，一加一是不等于二哦。哎，那不是小一加一是等于0.2哦。怎么会这样？我们没有啊，这他是负的，我的也是负的，所以看我负负得正啊。哎呦，我们就马上直接进入下一次下一个回合了嘛，好不好？两位准备好了吗 ？OK，OK，OK， 没有问题。会不会觉得其他的魔王都笨笨的？旁边这一组是蛮笨的，而且上面的也是，而且蛮笨的啊。而且最可悲的是，摘下面具还不知道他是谁。好痛苦，不要这样，记仇记那么久。有 OK OK OK。皇后，请息怒啊，皇后。皇后息怒，皇后息怒，马上。息怒，皇后息怒。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请问你。哪一种甜点原料是属于台湾特有种，只有台湾才有生产？太简单了。A 粉圆 ，B 西米露 ，C 爱玉。问别的，五秒钟，吃的我怎么不知道？请作答。这个台湾特有种哦。好，你们的答案是台湾特有种，只有台湾才有生长的爱玉是 C。C 说定爱玉，那是那啥。答对了，厉害厉害，好厉害，真的好聪明哦！这个人好厉害，这个东西我们家都有在种呢。啊，我你们家有在种爱玉啊？对，我们阿里山自己家里面有出产爱玉。不好意思，因为你答对了，所以不能摘下面具。真的吗？对对对对对，我第一次看到魔王那么想摘下面具。好，其实我必须帮上面的辩解一下，他们不是答不出来啊，是真的头昏了，缺氧，头昏了，缺氧，缺氧，真的，因为他们跟你们旁边那组真的不一样，对，旁边那组真的不一样，好，再聊了，对，我快不行了，我们再聊一下，我们看月亮会怎样，我不行了，马上，好，我们赶快请月亮作答，赶快请月亮作答，那前面这一段呢，也证明了这一句古话，一失足成千古恨，讲错一句话。被屌到现在，好，来，接下来，请问你，月亮人，日本网站调查，男生最嫉妒怎样的男生？啊，日本网站调查，男生最嫉妒怎样的男生？哪一种男生最讨厌是第一名 ？A， 很有钱的男生 ；B， 长很帅的男生 ；C， 工作能力很强的男生。五秒钟，请作答。我跟你讲，这一题怎么样？我就算会，我也要答错。有钱人 ，A， 男生最讨厌有钱人，锁定 A。人生的事情并不是样样如意，你答对了，耶！恭喜恭喜恭喜你，可以继续戴着面具，耶！恭喜你。很难的哈，我现在的眉毛都湿掉了。好，没办法，请你继续好吧。接下来第三题，这样也会对。好，你可以不要讲话吗？拜托，因为我有点搞不清楚谁在讲话，我看不到你们的嘴巴。好，第三题，请问你，问候语“别来无恙”是在问候别人怎么样？A， 你要结婚了没 ？B， 你有没有生病 ？C， 吃饱了吗？五秒钟，请作答。这问我就没错了，因为以前
勾扎行轮。财经女王，你来告诉我们。我最喜欢呛虾网友了。好，通常我们见面都会讲假爸爸，哎，你会以为这是跟别来无恙有关吗 ？No，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因为现在呢，很容易有流感，可以打疫苗，有没有？你先讲，先讲答案，你要先讲答案再解释。我觉得是，你有没有生病？你有没有生病 ？B 锁定，锁定。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以前呢、啊，没有像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疫苗，所以以前真的很容易生一个病，然后人就走了。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欸，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啊？这才是真正在问候关心。好厉害的主播，答对啦！耶！好，其实以前的恙是一种恙虫，恙虫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哦，哎、欸，所以真的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哎、欸，别来无恙，别来无恙，有没有生病这样？对，恭喜你，三题，哎、欸，三题答对了，啊，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一万块，终于，今天怎么好像要拿钱比较难的感觉？难，怎么会这样？好，谢谢你。接下来第四题，请问你。如果蚂蚁不小心跑到耳朵里面，用哪一种方法解决最有效 ？A. 用食用油把它闷死 ；B. 用棉花棒把它挖出来 ；C. 用冰水把它淹没。五秒钟，请作答。都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差不多三岁就会了。三岁就会了。制作单位，出难一点的好吗？好，来。但是 A. 用食用油把它闷死。A. 锁定。耶，我觉得用。月亮人的头套也可以把它闷死，真的。月亮人可以闷死全世界的东西吧？全世界的人，月亮人。好 ，A 答对啦！好厉害哦！是的，果然，嗯，哎呦，要送又要送东西了，很漂亮。这是什么？妈妈是怕蚂蚁，但是很多人是怕蚊子，对不对？哦，这个叫做 In a Days 捕蚊达人都归南的捕蚊香氛机。捕蚊香氛机，而且造型好漂亮哦，很漂亮哦，想要哦。哎，而且女王，你旁边这位。为什么他头发越抓越用心了？他已经开始 settle 他的发型了。最近已经有人在讨论他了，他已经哎呦出名了。他好像礼貌啊，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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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谢谢你。好，哎，接下来哎，来到狐狸人这一边了。其实哦，那个所有的人里面，最后一个通常是压轴是最厉害的。对，对不对？很好。然后戴全罩是因为要我们太强了，所以要克服我们的能力。所以龙上不要难过哦。好 ，OK， 我觉得他已经抓到这个比赛的规则的要点了，因为他一边讲话一边还会戴手饰，不然我大家才会知道是他在讲话。很好，很好，很好，好，请问你第五题了。香港学者研究发现，用什么姿势睡觉最容易做春梦 ？A. 大字型仰躺 ，B. 向右侧睡 ，C. 趴睡。五秒钟，请作答。我都说我压轴了，还用这么简单的题目来问我？哦，常常做春梦吗？也来，你的答案是 C 趴睡了。C 趴睡啊，锁定。没有想到第五题了。为什么狐狸很喜欢趴睡？对对哦，可是我没有做春梦哦。趴的好，答对了。你知道我要送什么吗？答对了，要送什么，女王？我要送手机啊！好棒哦！拼夕和我们二十四小时购物提供的 OPPO R7S 5.5寸弧面闪拍机。哎呦，这么厉害！闪拍机，闪拍机，应该照相功能非常的强。Yes yes yes！ 哇，哎，我们谢谢狐狸答对喽，手机有了，好棒！接下来又。来回到我们第一组魔王了，请问你们第六题是制作综合蔬果汁时，加入哪一种蔬果反而会破坏整杯果汁的营养 ？A. 凤梨 ，B. 小黄瓜 ，C. 柠檬。五秒钟，请作答。这个，柠檬，还是小黄瓜？是的，你们的答案是，答案应该是 C. 柠檬，柠檬 ，C. 锁定。柠檬，柠檬，柠檬，你是是柠檬吗？我个人的话，我会选择 A， 那个凤梨。所以你是把责任推给旁边的这位女生。其实我但是你想到
制作综合蔬果汁的时候，凤梨跟柠檬都一定有会加的，真的？你们怎么了？答错了！小黄瓜，小黄瓜，小黄瓜哦，答错了。其实正确答案是小黄瓜，哎，小黄瓜、哈密瓜、胡萝卜、南瓜啊，对，他们有一种会破坏维生素 C 的酵素，哦，会破坏的，哇，哎呀，可惜可惜。哇，这一组啊，本来是奖金20,000元的，现在只有奖金10,000元。对，但一个手机，一个普文机，是的，也不错啊，也不错，有手机很棒哎。对，因为我刚刚想啊，其实到了第九题，又到了那两个姑娘那里，一定也过不了的。京剧姑娘，这样讲不对哦。不是，跟再过去就是一高一矮，然后这两姑娘，我就觉得是一定麻烦，还不如这样结束，还不如就这样结束比较完。开始比较简单一点，好，来这一组的线上剩下的，我们看看抽出哪一位可以得到这些奖。来，好，哇哦，恭喜，恭喜，恭喜，好，还有两个奖品，手机还有普文机，带回去。好，太棒了，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两位，你们必须要揭下你们的面具了。帅哥美女，哎呀，哇，啊，真的是帅哥美女，好美啊，全的脸。Hello， 对呀，是，而且今天他们两位好像是因为他们两位宣传是吗？出书了，好，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今天。我先啊，我这本书叫做《土耳其找到最好的自己》，是我自己去一个女孩子去旅行的一个图文创作书啊。有艳遇吗？有艳遇吗？一个人有，但是要看里面才会知道。他出3天就已经3刷嘞，一天一刷太强了。希望大家喜欢。你出3天就3刷了，3天3刷。然后你呢？我还没完，我第一刷正准备推出来。对，是我个人第4本的食谱书，就是陈德烈60道日常小厨房，因为我觉得做菜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把它当做兴趣，然后里面有中西日韩泰式，总共60道的料理，让你天天都可以煮的健康，煮得很开心。啊，不好意思，那个月亮人在画圈，你们可不可以介绍快一点？他快被闷死了。希望大家都喜欢，希望大家喜欢。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阿 Ken 啊，是不觉得这第一组的这个两个人有一些夫妻脸？哎，真的有，他们两个其实蛮配的耶。对，谢谢。帅哥美女都瘦瘦的，很登对耶。我知道了。以后他出去旅行，我帮他做菜，做菜给他，你们就看。哎呦，结婚吧，哎呦，负责炒饭，哎，陈德烈很会，我吃过他的料理，他真的很会，真的。谢谢。对，好，来，我们接下来要下一组开始了。好，那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回合啦。女王的密室3，魔王争霸战，9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3，魔王特别企划。好 ，OK， 又回到斑马了。我们讲，哎，斑马好像从头到尾不会觉得，好像你不会热哈？会热，其实会热。是。斑马还穿毛衣耶，衣里面还有衬衫哎。对啊，全身都是毛。哎，其实它是比较，因为是不是因为啊，显出热的感觉。嗯，狐狸也还好，要训练的啦。你是不是觉得心静自然凉？对，月亮人就是一个烦躁的人。真的啊，月亮人你好训哦。太躁了。对啊，月亮人不是应该很冷静吗？对呀，还是我去当狐狸好了。还是没有你换吗？月亮人，你可以把就是衣服全部脱光，没关系，反正也没人知道你是谁，面具戴着就好了。好，快快快快快快快，对不起啊！好，马上要请问一下我们冠军斑马第一题了，请问狗狗哪一种身体状态代表它生病了 ？A. 大便特别的软 ，B. 鼻子湿湿的 ，C. 一直吐舌头。5秒钟，请作答。5, 4, 3, 2, 1，我是斑马，不太了解狗。这么冷静的讲了一个笑话，也是不简单。好，所以你的答案是 A 吧 ？A， 大便特别的软，锁定。哎，刚刚我就在想，
鼻子湿湿的应该好，鼻子干干的不行啊。对啊，吐舌头，一直吐舌头很正常啊。嗯，大便特别软，管是狗是人呐、啊、都不行啦。好，答对了，答对啦。是的，也许他已经有这个肠道的寄生虫或者肠胃炎，所以他的大便才会特别软哦。好，接下来第二题，请问两位了，女王。股票股价8元，假如要买一张股票，要花多少钱 ？A. 800元 ，B. 8000元 ，C. 80000元。五秒钟，这种东西作答。你会吗？这种东西当然我。女王股票的股价八万，太简单，你不会吗？我不会啊。所以你都买房子对不对？你都不买股票。好，所以哈笑远太简单。你的答案是 B. 8000元。B. 8000元锁定。有在买股票就是1000股啊！哦哦，不是哈笑远，你有买股票吗？我没有，我没有看得出来。但是因为我对我你有看在看那个财经专家的节目，这太简单了，这太简单了吗？嗯，我们刚是失常了。哦，好 ，B 8000元答对啦！耶，还好没有没有错，没有错，很好。接下来又轮到两位，好，准备好了。请问你们这题来到第三题了。日本朝日电视台调查发现，大家最想要哆啦 A 梦的道具是什么 ？A. 任意门 ，B. 时光机 ，C. 竹蜻蜓。五秒钟，请作答。怎么办？怎么都送题目啊？日本调查最想，我觉得时光机是回到过去或未来。我觉得是没有，如果是任意门。好，你们的答案是 A. 任意门。锁定 A。又错了。干嘛？我替你们开心不行啊！这样的题目，哎，定下广告。哎呀！喜欢任意门对不对？对。好，任意门。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哎，张文琪，你书念的好不好？书念好吗？不好。所以你应该要一个记忆吐司，对不对？对啊，记忆吐司。希望了，所以。所以怎么样？吃了会比较聪明吗？所以答案是记忆吐司吗？真的是没有，根本没这个选项。我想说，我死了，是任意门答对了。哎，是我答的，哎，这有点车道的，车道的。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1万元啦！哎，有1万元，2万元，谢那个1万元，1万元，那个女王就再麻烦你们，加油，皇后。好 ，OK， 接下来要轮到皇后了，好吗？好，威尼斯皇后，请问你们第四题了。我们常吃的草莓其实是植物的什么部位 ？A. 果实 ，B. 花托 ，C. 茎。五秒钟，怎么答？不会。哎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会吗？不会。来，不是果。来，你们的答案是 B。B 锁定。对，花托。花托吗？我觉得威尼斯皇后很厉害，好像这种草啊、土上的东西，她都知道。花花草草她都会。她是一个植物啊，因为我的院子里面种满了。她种了很多植物在院子里面。真的，真的。园艺家。来来来，答对啦！哎，好厉害哦！皇后答对了，我们就送这个户外随身蓝牙喇叭哦。哇！小铺提供的米法，好，那个男生有没有送？没有，抱歉，好吧。好啊啊！皇后她说可以送，下个礼拜我就让她到你来。啊，好棒哦！种草莓。哎呀，好棒哦！我家除草。那这样那个男生除草工，对，那个男生就再也不会来了，对不对，女王？哎，好，他离开了，把自己打包去了。哎，女王，你刚刚是有开有点颜色的笑话吗？有吗？有吗？是啊，我觉得我讲的是很正常的。女王刚刚听不讲了下去，只有你阿Ken的脑袋里才会这样想。哦，这样不止我吧？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你们也是跟我想的一样。你怪怪的，不行。好 ，OK， 恭喜你们这一题也过关了。接下来终于来到了月亮人。哎，我刚刚好冷，没有，我刚刚好热，现在好冷，我可能要走了。好，那麻烦你答对这一题再走好吗？拜托，给我难一点，给我难一点好，请问你，
外国研究发现，在地吸引力越强的环境下，炸薯条越好吃。请问，在下列哪一个星球炸薯条最好吃 ？A. 月球 ，B. 火星 ，C. 木星。五秒钟，请作答。Yeah, 我不会，我真的不会。问星球的，你应该比较会。你的答案是木星了，木星 C 锁定。怎么好像又答对了？哎呦，是答对的。怎么会猜木星呢？因为我想答错啊。是吗？因为你知道木星的地吸引力是强还是弱？月亮，我想你今天可能是最后一个猜下的。哎呦，因为你答对了。地吸引力越强的环境越强。你很难过啊。天哪，我的太阳在哪里啊？我的太阳，我觉得真的，其实我的人呢、啊，真的是不要、哎、要顺着天意，对不 对，真的你不要拗的难，你想答错你就答对了。好，我送你爱上新鲜的卡拉鱿鱼。哦耶，卡拉鱿鱼很棒哦，小仓哦，来吃好吃。好，不好意思，月亮人，因为我们其实看不到你的表情。所以你是不是真的很难过？我们还搞不清楚，因为脸上一直带着笑容，感觉不出来，感觉不出来啊。好，但是我可以看得到的，他的痛苦，他的肢体真的是很痛苦。肢体，对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在憋尿，我现在里面已经全湿了，然后我又很想尿尿，我又忽冷忽热，哇，赶快憋用力一点，拜托拜托。好 ，OK， 接下来来到了第六题了，第六题，财经女王。太常吃下列哪一种食物容易导致身上钙质流失，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症 ？A. 炸鸡排 ，B. 柠檬爱玉 ，C. 蚕豆酥。五秒钟，请作答。跟炸鸡排都是不好的东西，可是钙质会流失的话，哎，你的答案是，在我们花精灵王国，所有的小精灵们都不准吃炸鸡。炸鸡 A， 锁定 A。A。炸鸡排，我以为每一次大家都会讲咖啡，这里头就没有咖啡，没有咖啡，对，很好猜啊，对，可是主播你很厉害，炸鸡排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炸鸡排，第六题了，而且奖金2万元，恭喜恭喜恭喜，2万元，好，很厉害，接下来来到第七题了，哇，这一位是我们之前的10万女王，哎呦。他应该，每一题都会才对。请问你，土地公福德正神，他的本名是什么 ？A. 张福德 ，B. 陈福德 ，C. 林福德。完了！五秒钟，请作答。你姓什么？姓福？这题怎么？姓什么？姓什么？哎，怎么？你的答案是？你的答案是？快，麻烦你快。我随便猜 C， C 锁定 C， 林福德，林福德，林福德是不是有一个立法立委，立委也叫林福德啊？他好聪明吧？哎呦，林福德这名字听起来比较熟，对不对？好像比较熟，对。抱歉，答错啦！第一个是姓张，哎呀呀！这题真的很难，这题超难的，真的很难。好，来，我们帮这个女生先补补妆，我先来抽奖，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哎，对，要送出的是，现在送出的是奖金20000元，好棒！还有爱上新鲜卡拉鱿鱼哦，有1600的卡拉鱿鱼哦，好棒！好，还有户外随身的蓝牙喇叭哦，要送给谁呢？我们抽出来。恭喜！恭喜！哇！2万元！来，我们来看看嘉年华公主。哎，来，我们请看看你是谁？身材很好哦。身材好。哇！长得也好。哦哦哦！吸油面纸，对对对，聪明聪明。陶曼曼。哇，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对啊，之前是10万女王哎。我最近真的跟福德正神不太熟。他姓张啦，他姓张啊，那是张哦，张福德。
因为我想说姓林的人应该也很多，然后在土地公公的时代，应该他姓林吧？因为成林半天下，是这个意思。好，但没有关系啦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相当厉害的狐狸人啊。好，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回合 ，Go！ 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 ，OK， 狐狸人，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有点准备不好，因为月亮人的病毒已经传给我了。病毒已经传染给你了，好，注意了，你不要掉下来会压到我。你们两个互相之间可以问，别来无恙，别来无恙啊，现学现卖哈。好，来，请问一下第一题，把电脑关机，正确英文是什么 ？The computer. A. Shut up. B. Shut down. C. Close. 五秒钟，请作答。喂，你是皇后，觉得不开心，觉得太简单了，我们出题。来，狐狸人，请告诉我，我觉得是 B shut down， B shut down， 锁定。好的，狐狸人，答对了，答对了，耶、可以用 shut down 或者是 turn off 都可以哦。好，接下来回到这一组是刚出书的，请问你们依照是都一样哎，姿势都一样，默契。默契，都出书。哎，你们可以组一个团体哎。对啊，好 ，OK。请问你们，依照交通部规定，小朋友要满几岁才能够坐在汽车前座？哇 ，A 满三岁，几岁哦？六岁 ，C 十二岁。五秒钟，请作答。我还没有小朋友，我真的不知道哎。应该六岁就可以坐了吧？十二会不会太大？六岁 ，B 太小。好，你们的答案是 B 六岁。锁定。六岁之后才能坐前座，该是吧？我觉得人生呢，还是要早点生小孩。对。哎，你生了小孩，你就知道他几岁才能坐在前面。对啊，不然的话都要坐在后面。对对对。B 六岁答错了。啊？十二？答错了。真的？正确答案是十二岁。很大了耶！对啊，他很大嘞。对啊，是要很大才能坐前座啊。是啊，对啊，而且我们是哎，这边中间这边哎，威尼斯。像我们看电影啊，你可以看到所有电影，只要有小朋友，一定开车，一定是开车门就进到后座去坐。对，所以看每个国小生几乎都是这样演的，所以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好像是真的。对啊，嗯，本来就是啊。对啊，对啊。那小孩在几岁前，而且还要坐在那个安全座椅上。对对，安全座椅真的对。两位都还没有计划要生孩子吗？目前没有意外的话是还没有。那你两位要加油啊！我们搞得好像他们也是情侣一样。对啊，好，很可惜，不好意思。那你们啊，糟糕了，因为他们已经摘下面具了，他们必须要在脸上、身上贴便便。哎呀，是我们的老鼠屎。对不起大家，害大家没有拿到奖金奖品。好，来，今天我们看谁的便便最多啊？蛮好看的，蛮好看的，也蛮好看的。好，真好，来，好，对的便便专家。好，我们再从斑马开始。好，我们继续从斑马这边开始喽。好，这一回合的第一题，请问你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怎么样才算合格的安全帽，不会被警察罚钱 ？A 有护目镜 ，B 有下巴靠垫 ，C 有安全标章。五秒钟，请作答。你的答案是？C 有安全标章。C 锁定。听着斑马的声音。很稳重，但是也很年轻的声音，对，有点低沉，对，看起来不像月亮这么烦躁，对，对，但是看起来又比月亮年轻，却没有月亮的浮躁，对不对？好的，而且还穿的毛衣，斑马穿毛衣 ，C 答对啦，答对了。
要有安全标章哦。OK， 很厉害。这啊，斑马就很冷静的坐下了，感觉起来不像是娱乐圈的人。娱乐圈通常会臭屁一番。好 ，OK， 谢谢你，请你现在可以再坐下了，谢谢。好，接下来轮到哈校园跟一五一了，请问你们为什么在传统习俗上，新郎在女方举办的喜宴不能够吃完，要提早离席 ？A. 留时间给新娘和娘家道别 ；B. 有吃定老婆的意思 ；C. 要先准备洞房。五秒钟，早知道早点结婚了。对呀、啊，这么晚结婚又不生小孩。对呀、啊，这是麻烦。所以答案是什么啊？我跟你讲，还好我知道。好，你知道哈校园？答案是 B。B 锁定。好。不能吃完要提早离席，就是说，如果吃完的话，就是吃定老婆的。对，不能假，不能假郎告搞就对了。假郎告搞，对，直接进。对，而且很奇怪哦，你这个在婚宴上突然男方通通的走了，很好笑哎。对对啊，好像生气了一样了。对，但是 B 答对了。你连解释都解释对了，就是台语假郎告稿。对啊，是不是？对，所以我们跟后面那一组不一样的。跟后面那一组不要再说我们跟他们一样了。哎，看到没有？这就是大家，这就是娱乐圈里面的人答对题目以后就会讲的话哦，就会开始去贬低别人，然后稍微臭屁一番。好，恭喜你们答对了。接下来下面这一组准备好了吗？来，好。请问你们第三题了，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女性上班族最不想要交往的情缘职业排行榜，哪一个职业名列其中 ？A. 律师 ，B. 警察 ，C. 记者。五秒钟，请作答。银行最不想要交往的情人职业 ，LV 知道吗？我觉得是记者，哎，感觉是记者吧？记者吗 ？C. 锁定。怎么办？其实现场有律师，也有新闻，也有新闻从业人员，是的，都有。你选的是记者，你是不是一直想得罪人呢？谁都可以得罪，就是不能得罪记者哎。哎呀，这样子好了，我们还是让月亮去上个厕所，听个广告。其实，在人力银行调查女性上班族最不想交往的情人职业排行榜，其实第一名不在这上面，但是这三个当中，哎，其实是他是最高的。这三个当中，哦，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你们答对。记者。其实是第七名，第七名，第一名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哈，最不想要交往的情人职业，我和刘丽啊，好，来，你们有10000元呢，10000元，好，哎，不错，你们，哎，不是，难得上升哦，一组不要再呛虾了，对嘛，不错不错，而且你刚刚讲了一个台语，其实蛮厉害的，对，我和刘丽啊，我和刘丽啊。就是不好掌控哦，政治人物啦，哎，厉害厉害，所以不要得罪哦，哎，得罪所有人，好，谢谢，没有，没事没事，又得罪，没事，好，来，接下来，你今天是要来宣传台语专辑吗？还是没有，今天只是纯粹来看女王，好，好，谢谢谢谢，恭喜。那你觉得律师怎么样？律师怎么样？律师谁是律师？讲话小心一点哦。律师哦，律师通常都是帮人家办案的。如果就是追好了，你不要再讲了。好了，不要再讲了。多说多错了，好，努力了，好，不要占用我们维纳斯女王的时间。对对对，好，改成威尼斯，威尼斯啊，对不起对不起，威尼斯。因为你的美貌就像维纳斯女神一样，这个我们接受。对，维纳斯是没有穿衣服。阿 K， 你想太多。好，我有透视眼。好，接着下来，来到了第四题，请问，水母大部分是由什么组成的 ？A. 水 ，B. 蛋白质 ，C. 血液。五秒钟，请作答。水母啊，所以是水啊。太优秀了，对，就水啊。你们的答案是。
水母，所以它是水。哎，水锁定。如果你想脱面具的话，还真是没办法，你答对了。太厉害了！主要成分是水耶。真的是水。对。这个我要送这个方思的面膜，还有精华一组。哇，非常喜欢的。但是你们现在还不能保养，面具还在脸上。好，恭喜你们，相当厉害，很聪明。谢谢。接下来，月亮人准备好了，他很想要脱掉面具。请问你第五题 ，thumbs 是大拇指，那说一个人 all thumbs 代表他怎么样 ？A 非常优秀 ，B 笨手笨脚 ，C 思想过时。五秒钟，请作答。Thumbs. Oh my god. All thumbs. 反过来。Oh my god. 你的答案是。Oh my god. B. B. 笨手笨脚，锁定。笨手笨脚。笨手笨脚。我想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但是你想想看，每一个指头都是大拇指，是不是一直都在按赞？对啊。对啊，就一直在按赞。所以是笨手笨脚。来，最痛苦的开心。这一题，大家要谢谢你，因为你答对了，我要送 Zen Watch 2的华硕智慧型手表。哇哦！这个现在最夯啦，智慧型手表可以用手表打电话、发 Line、上脸书都可以哦。哦耶！我要送这个，很漂亮哦。漂亮，谢谢你啊，蒙面人，继续哦。谢谢，谢谢月亮人。接下来又来到了财经女王了。请问你这一题是第六题了？是的，美国研究发现，人身体上面哪一种分泌物可以来判断年龄？啊 ？A. 尿液 ，B. 眼泪 ，C. 口水。五秒钟，请作答。分泌物，人体。哇天哪！哪一种分泌物？你的答案是错了会很糗哎，会很糗。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三个都有机会，因为现在好啦，不管 A 你选 A 是不是 ？A 尿液，锁定尿液。A 尿液哦，你比如说有童子尿啊，对啊，对不对？对，越年轻越纯净啊。可是他说是一定是分泌物啊，分泌物。哎呀。尿期，哎呀，尿期是可以验出来你有什么毛病啊？是年龄的话要靠口水啊。为什么？抱歉，不接受。DNA， 对啊，因为口水有 DNA 啊，真的可以验出来推断他的年龄。哦，是的，哇 ，so sorry， 第六题，第六题答错了，没有两万。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一万块，我们还有一万元，而且还有一个 Zen Watch 2华硕的智慧型手表，还有全部的面膜和精华一组，看看是谁得到。怎么样？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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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得到一万块，然后但是很抱歉，你必须要接下面具。啊，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哎呀，漂亮啊！廖主播平常都好厉害哦，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哎，你一定很懂车，对不对？他超懂车的，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哦。他是坐过好多车哦，对不对？坐过一些车了。嗯，坐过一些好赞的车，对不对？不错。她应该是全台湾最懂车的女生，看到最多车的女生哦。好，讲，下次我们一起去，不能说飙车，一起去玩车，继续玩车。好的，好的，她已经在约我了，女王，是她在约我的，不是我约她的。好，好，我们开始下一回合。好，马上要请问一下我们的十万元前得主了，请问你第一题。美国研究发现，老年人每周做什么事情最能够防止失智症 ？A. 玩电脑 ，B. 和朋友泡茶聊天 ，C. 织毛衣。五秒钟，请坐。天哪，没有打麻将这个选项哦。没有。告诉我你的答案，陶曼曼小姐。我觉得应该是 C。
C 织毛衣。C 织毛衣，锁定。手部的运动，这样子跟打麻将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好，现场鸦雀无声。这个题目没有人想要回应他，附和他。怎么样，月亮人？月亮人比因为老年人打麻将呢，其实没有在乎输赢的，是大家聊天那个过程。对，等一下，织毛衣织久了会变成是反射动作。脑筋啊，织毛衣会动脑筋。美国人会喝茶吗？美国人会喝茶吗？对啊，美国人可能狐狸人会。狐狸，抱歉，女王，我不知道狐狸人在跟我讲什么。美国人会泡茶吗？美国我们的习惯啊，要有茶壶啊。哦，美国泡茶，所以美国人不见得有泡茶的习惯。而且老人眼睛怎么有可能是这个选项呢？不要吵了，是进广告啊。因为很多人都会受到有一些人呐、化老年人呐、老妈妈都坐在那打毛线。打毛线，对，对不对？对，织毛衣、那是以前。以前我每天都玩电脑。好，正确答案就是玩电脑。玩电脑，一周玩一次电脑的英法族，认知能力受损的几率比完全不用电脑的人要少42%。可是他们这眼睛多玩电脑。都玩电脑，对，是电脑老师做的。我有一副老花眼是专门看电脑的，有一副老花眼是专门看字的。而且女王超会玩游戏的，真的。对，她现在应该已经，她是算是游戏的至尊了，对不对？你不要吵。对不起，是的，正确答案。想不到，完全想不到是。想，对，我们也想不到，你第一题就答错了。要把屎上身了，天哪！对，你要贴一个便便在身上啦，不好意思，请贴。哇，蛮好看的，好臭啊，臭臭的。好 ，OK， 马上就进入到下一个回合，狐狸人了。狐狸人这一回合很重要哦，因为我想送这个喽。哪一个？什么东西？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50寸 4K 的电视机。天哪！但是你要答到后面我才送哦。真的，我一定要拿到电视，你一定会拿到啊？不是给我的，不是。没有啊，假如你全部答对的话，哦，全部答对，真的，好好。对，假如你拼了，拼喽！好，第一题，请问你。根据日前网络调查，什么是台湾人目前最焦虑的事 ？A. 工作压力太大 ，B. 台湾经济太差 ，C. 找不到真爱。5秒钟，请作答。你的答案是？一定是 B 嘛，经济太差，经济太差，所以没有工作哪有压力？那没有压力就没有真爱 ，B。B， 好有条理哦。其实你就讲一个答案就好了，好不好？不需要这样从头。好 ，B 锁定。因为我们狐狸买了很多房子，经济太差，他房子会卖不出去。对他最有感受，或者没有人来租，对不对？他的感觉最深。答对啦！耶，好厉害哦 ！OK 的，台湾经济太差，接着下来又回到了第一组魔王了。准备好了，你们身上已经有一个大便了，是不能再有了，不能再有第二个，不会再有了哈。好，注意听好了，第二题，请问，蚵仔面线的红面线是怎么样从白色变成红色的 ？A. 加入红曲色素变成的 ，B. 把白面线蒸过而成 ，C. 放入酱油调味。5秒钟，请作答。是什么？厨师？第一个跟第四。第三个都不黄黄，第四第二个哦，因为加红曲跟加酱油都会有味道。来，你的答案是 B， 白面线蒸过，锁定 B。相信厨，其实它不算红红的，有点咖啡的，比较黄黄的，对，不是那么的红，对，不是那么的红，把白面线蒸过而成，答对了。Yes。的确，问吃的你们最了解、最厉害了。好，恭喜你们。接着下来，斑马，你睡着了吗？好，你还醒着。斑马有没有女朋友？有。好 ，OK。好啊，有女朋友啦。
OK， 好。果然不是娱乐圈的，好冷静哦。娱乐圈的就会讲不完，然后他说有，就这样就没了。好，请问你，中华民国国歌原本是下列，什么样的歌曲呢 ？A， 给爱人的情歌 ；B， 小孩的安眠曲 ；C， 学校的训词。五秒钟，请作答。这是给国家的情歌啊，所以是 C。啊 ，C， 所以什么？所以请遵照游戏规则，现在再回答。军校训词 ，C 锁定。你看，这个斑马真的很厉害，他不只是说学校的训词的，而且说是军校的训词。正确答案。哇，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哎，他的你学校的训词，训词好厉害哦，好厉害哦，真的很厉害。奖金10000元找到了，10000元，恭喜。好，接着下来来到了，哎，两位，不好意思，我打开一点啊，因为我发现那个没有光啊，对，光照不到我脸，而且很难戴哎，对。准备好了哈，好，确定哈，来，好了 ，OK。第四题，请问你们，国内研究发现，怎么样的男生比较容易娶妻生子 ？A， 身高越高的男生 ；B， 头发越少的男生 ；C， 声音越低的男生。难呢，秒钟请作答。怎么没有有钱的？这个第二个一不可能嘛，所以好，所以你们的答案是。当然是 A 啊！因为我喜欢高的男生。A， 锁定 A。我可不喜欢矮的女生啊！怎么样的男生比较容易娶妻生子？真的是身高越高的男生，但也不是高过框框的男生。好 ，A 答对了。答对了。耶！厉害耶！哎，我送你一个不锈钢的快煮壶。好，太棒了，这是第四题的礼物哦。好，接着下来两位啊，你们怎么样？还 OK 吗？冻僵了，我们已经快要失温了，你知道吗？冷气可以减200块吗？啊，冷气啊。因为我们怕月亮人热死，对，所以我们把冷气开很大。他现在又说太冷，他真的很难伺候。对呀，而且你们这一组，我们抱歉哦，因为那个冷气的开关强大小弱小是你们旁边这一组在控制的，好吗 ？OK， 好 ，OK， 请问你们哦，第五题，在下列哪一个国家？只要9岁就可以结婚 ？A 埃及 ，B 伊朗 ，C 俄罗斯。五秒钟，请作答。刚好难的，好简单哦。对啊，简单吗？我就是越偏僻的国家。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伊朗吗？你们的答案是伊朗，快点，伊朗 B 锁定。战争的国家。伊朗。对对，有可能。伊朗有任何根据吗？可以结婚。因为如果你们在伊朗，就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很老的辈，还在住在家里。B 答对啦！好，宗教法律，宗教法律。送给你们这是百福长的时尚行李箱哦。好，厉害了，价值12800，恭喜！恭喜！太好了，第五题也答对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是尼斯湖女王。我们就看你可以变几个。现在是尼斯湖了是吗？不，对不起，现在是杰尼斯女王。好，快冻死了，好吧。好，请问你们第六题。富比士杂志日前公布百大富有运动员，哪一项运动最富有的运动员最多，高达了27人 ？A. 棒球 ，B. 篮球 ，C. 足球。五秒钟，请作答。世界哈，世界应该是足球吧？我觉得，我也觉得，好不好？你们的答案是足球 ，C. C. 足球，锁定。好冷。足球啊，因为世界性的可是足球有钱是篮球，应该是足球员多。足球好像一段时间才会看到比较多，一段时间才有种球一直一直在踢。足球嘛，打打打打打。篮球跟棒球好像比较常看到。对，脑袋也不好，欠打错了。哇，是棒球。这一题的答案是棒球。哇。
我电视送不出去了。啊啊！对不起。哎呀！好，赶快下一回合。哎，价值10000元，还有一个壶，还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现在要马上送出去了。走，来，抽出谁来？请抽奖。恭喜！获得奖金以及奖品，状元，还有行李箱，还有壶。来，现在我们来看看，两位已经迫不及待。哇！哎呀，果然是美女。哇，田丽，这么冷呢？我现在发烧中，还让我那么冷？感冒。真的，都你了，都是你，都是月亮人的关系。今天的夜晚真漫长。好，有月亮人陪你。我真的感冒，现在你这个感冒哈，真的感冒了，冷，太冷了，太冷了，赶快多穿点。好，谢谢，谢谢两位。接着下来，月亮人，你又是第一名了。好，请问你第一题，国内调查发现，男生觉得女生擦什么样颜色的指甲油最有吸引力 ？A. 红色 ，B. 透明色 ，C. 粉红色。五秒钟，请作答。男生觉得女生擦什么颜色最有吸引力？红色、透明、粉红。你的答案是 B. B. 透明色。锁定。你是透明吗？为什么？喜欢透明？猜的。透明色，那就等于没擦啦。没有擦，对不对？没有擦，为什么？对啊。蒙面就是想把面具拿下来，但是我就是要进广告。啊！在节目的后段啊，我要送电视的时候，月亮人就答错啦！哎呀！啊！怎么？红色。干嘛？红色。你为什么假装懊恼？你是开心还是懊恼？我很挣扎的，很挣扎的，很挣扎的。好，这一题怎么会？好可惜哦。抱歉了，要跟人家说抱歉。我们赶快一个时间，还可以再答点题。你先把脸揭开吧。来，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谁？谁？拿不下来。他拿不下来。拿不下来，你就一直戴着好了。快点，要帮你们。OK， 啊，是郭彦甫啊，不是彦君，彦君，对不起，那个字幕太晚出来，对不起，是彦君啦，谢谢，彦君 ，sorry， 粉红色 ，OK， 粉红色，我个人是喜欢透明，透明的 ，Yeah， 啊。好厉害！我自由了，是的。好，赶快，我们还是有点时间，赶快再来。好，马上又来到新的一个回合，第一题，我想要请问你，根据最新德国研究发现，德国研怎么样吃饭可以降低饥饿感，帮助减肥 ？A. 蒙眼吃饭 ，B. 蹲着吃饭 ，C. 让别人喂食。五秒钟，请作答。应该不是让别人喂，然后会。不影响蹲着吃跟蒙眼很奇怪，你的答案是？我有点印象，我记得。告诉我。A 蒙眼，把眼睛蒙起来。锁定 A 蒙眼吃饭。锁定。蒙眼吃饭。因为人在没有看到食物的时候会觉得没胃口。有道理吗？哦。你做美食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胃口。因为他看不到。是看得到啊。色香味俱全，他没有色。别人又觉得自己很像皇帝啊，就胃口大开。哦、所以看不到美食就会容易觉得不好吃、欸。但女王为什么呈现一个惊讶的状态？我又错了吧？对啊，不是因为我在想啊，蒙眼吃饭，它应该不是降低饥饿感，是因为对不准，没有安全感，夹不到，吃不到，对不对？但 anyway 答对啦！耶！的确是的，因为研究发现没有看到食物的话，诱惑力会降低，对，食欲就会降低了。Yes， 好，相当厉害，第一题答对了。接着下来，陶曼曼小姐，请问您，台湾每个人都有的身份证姓名栏上面最多能放几个字 ？A 7个 ，B 20个 ，C 没有限制。五秒钟，请作答。哎呦，我觉得台湾是个很自由的国家，所以。B 没有限制，锁定。
要几个字就几个字。哇，你很敢。所以也就是说，姓名栏上最多能放几个字。如果你的姓氏很长的话，也是没有限制。没有限制。本来也是哈。对啊，因为对啊，怎么能够限制你的姓呢？尊重各个不同的姓氏，各个族群都要尊重。没错，答对啦！答对嘞。多元文化，哎，是的，所以要尊重他们啦，没有限制。接下来，狐狸人，哦，准备好了，你的头应该已经昏了。请问你，根据求职网站调查，下列哪一位是国内企业主最想要邀请来当 CEO 执行长的明星 ？A. 这还用讲？张小燕 ，B. 陶晶莹 ，C. 陈文茜。五秒钟，请作答。我可以选别的答案吗？当然不行、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说不定有陷阱的，谁知道、啊？觉得来，你的答案是我们的现场 A 张小燕，张小燕 A 锁定，最想要请张小燕小姐。她是企业不想赚钱。其实如果是这样，我也要请小燕姐。对，答对了。哦。马上就有钱赚了，哎，一万元你看，好，一万元，好厉害哦，哎，根据这个，哎，有33%认为，有33%的企业认为张小燕是企业最想要挑选的 CEO 人选，太棒了。第二名陈文茜小姐只占了20.3%，嗯，啊，然后那个陶晶莹小姐占了17.3%。真的还有哦，哎，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才是差不多等于你，哎，不要再讲，好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反正小燕姐很厉害就对了。好，接下来回到第一组魔王，请问你们第四题了，在足球比赛中，球员做什么事情庆祝进球是违反规则的 ？A. 跪下怒吼 ，B. 掀起球衣盖住头 ，C. 互相撞胸，五秒钟。这三个都有了，都有了，但是应该不能裸露啦，不能裸露。都撞胸吗？不是啊，不能裸露，不能先。好，你们的答案是 B。B 锁定 B。可是也有人做过啊。掀起球衣盖住头，有看过，好像有看过。其实啊，这一题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一题如果答对了，答对了有什么？就要啊，电视机。但如果你答错了，电视机就没有送。嗯，哎呦，好紧张哦。应该 B， 我觉得陈德烈应该做过，你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的，不是吗？对，但我们都没有做这些事情过。你要不要试试看？说你掀起来吗？要不要试做？这三个唯一我不能做的就是掀起衣服，所以 B。我不相信。答对了。哇！是的，其实是掀起球衣盖住头是违反规定的。他的意思是说，他撞胸也可以，他可以撞胸，可以撞胸。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送50寸4K 的电视机。太厉害了 ！Focus 红海制造，太棒了，要送出去了，很厉害。送出去了。好 ，OK， 接着下来，你们要表演互相撞胸吗？等一下，等一下。好，接下来又轮到斑马先生了，斑马先生。第五题，请问你，现代人常去健身房里面雕塑身材，请问健身房原本是设计给什么人使用的 ？A. 作战军人 ，B. 上流贵族 ，C. 做工工人。五秒钟，请作答。5 4 3 2 1 C. 做工工人。你很确定哎 ？C 锁定。好厉害，没有任何犹豫耶！斑马，先给他。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觉得这个斑马比老斑马还厉害耶！哎，对不对？对。他来，他的他爸爸老斑马，老斑马也来过耶！对呀。好，答对啦！哇，真的，真的耶！健身房我就送你一个可以带回家的。你在干什么？你可以不要穿燕尾服做这样做这个运动吗？裤子要裂开了。是，是的，蛮有趣的，可以训练臀部的肌肉。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小心点，好好好 ，OK OK， 好，很厉害。接着下来，
轮到的是一五一以及哈笑人。好，第六题了，请问你们丰盛的满汉全席一共总共有几道菜呢 ？A 八十八道 ，B 一百零八道 ，C 一百六十八道。五秒钟，请作答。这我知道，这你知道啊？都是做吃的嘛。对啊，我做吃的不知道这个啊，这 OK。所以你们绝对有答案。八道 ，B 好 B 锁定 B 一百零八道。一百零八道，说吃的就对了，答对了，很厉害！第六题答对，代表两万元了，两万元，而且又有电视机，太厉害了，一定要持续答题了。接着下来第七题，两位注意听了，请问你们，梵蒂冈是全世界领土最小的国家，全部面积相当于多少大小 ？A 一个总统府 ，B 两个中正纪念堂 ，C 三个小巨蛋。五秒钟，请作答。梵蒂冈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地方，很小啊，多在小哦，是哦，啊，好难哦。你们的答案是？随便猜一个好了。随便猜一个，来。中正纪念堂好了啦，好。来，好不好 ？B 锁定。怎么样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猜的都是对的。哎呦，真的假的？对，答的都是错的。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在真看。他们猜的都是对的。对啊，我们媒体用猜的哦。哎，两个中正纪念堂答对了。梵蒂冈总面积接近0.5平方公里，一个中正纪念堂是0.25平方公里，所以大概是两个。啊，你看我要送石胜生乳卷，生乳卷，哎，雅静可没海到的我，全部送给你哦。哦，好棒哦，太优秀了，我需要，我们要热量，好，需要热量，需要热量吗？需要，需要，好，巧克力的，那麻烦你们二位了，来，我注意了。请问你们已经来到第八题喽？加油！成语“替人捉刀”形容找人代笔写文章。典故里是曹操要叫人代替自己做什么事 ？A. 赴敌人宴席 ，B. 上场打仗 ，C. 接待贵客。五秒钟，请作答。哇，难呢！这个捉刀。你们的答案是，你们的答案是，麻烦告诉我答案。麻烦告诉我答案，不能因为你们是我的前辈就不理我。不敌人宴席 ，A 吗？锁定 A。第八题了，第八题快了10万元了，真紧张，进广告。哎呀，哎呀呀呀呀！10万元了，抱歉，不是网敌。哎呀，正确答案是 A， 赴敌人的宴席，要贴一个大便在，对，就是那个位置。谢谢你。我田里你好像戴了一个很大的耳环。对啊，其实也蛮漂亮的，这造型也蛮可爱的。哎，这个而且跟你的外套很搭耶，真的。哎呦，有配色的。哎，这一题我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匈奴使者来见曹操，曹操认为自己外形不够威猛。不会让这个匈奴使者幸福，所以叫就找别人来代替自己，然后自己带着刀在旁边当护法。哦哦，哎呦，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是捉刀是这样子啊。对，下一次打算下一个要跟他一样了，这样不就刚好对半？哎呦，哎呦，还有机会哦，别讲了，还有机会哦，这一回合的这一位是可以得到奖金2万元，还有金。洗的健康的哦，这个是健身器材，健身器材，体雕机537体雕机，还有厉害4K 的电视机，还有石胜生乳卷，全部，你一个人得来，恭喜，获得了这么多奖品，好棒哦！太好了，哎，今天还有两个人的面具没拿下来。对，就是斑马跟狐狸人。哇塞，好厉害，好厉害哦！斑马都没动过，哦，北北，斑马、狐狸都还是我们都走，让他们两个 PK 好，来，对，我赞成，我赞成。来，什么？月亮人要开始了，又要从你开始了啊！准备好了，赶快，第一题。
参加田径跑步比赛时，以参赛者身上什么地方抵达终点为标准 ？A. 头 ，B. 身体的躯干 ，C. 脚。五秒钟，请作答。你不是体育系的吗？简单，你应该会的。绝对不可能是头的，答案是 B. 躯干。B. 躯干，说定 B。你自己就是田径好手啊，对不对？对啊，对。我觉得月亮人你很厉害，你戴了这么久的那个面具，你头发都没乱呢。好强哦，是吗？对，你好厉害哦，一定有点乱。好，来，躯干答对啦。好，很厉害。接着下来第二题，马上请问你，英国调查现代妈妈每天最崩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A. 早上7:15 ，B. 下午5:55 ，C. 晚上8:45。睡觉了。五秒钟，请作答。早上现代妈妈，小孩几岁？下班。你的答案是？别人我是不知道，我每天下午5点过后我都在崩溃。我猜 B。B 锁定 B。我跟你讲，听起来其实这三个时间都是崩溃时间。7:15的早上要上学了，对不对？下午5点来之后放学回来了，晚上8:45的时候功课有没有做完？有没有写完？但是最崩溃的就是 B。正确答案。耶耶！因为这时候在崩溃，在崩溃，对不对？嗯。哎，对。还要看卡通，要看卡通，又要做饭，又要准备。看，现在崩溃了。真的，你应该在录影吧？不好意思。对啊，哦，要担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对，恭喜你答对了。接着下来第三题了。好，有奖金哦，要注意了，一定要答对。请问你，如果不小心中暑，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放冰块降温最有效 ？A. 中额头 ，B. 胸口 ，C. 腋下。哎，五秒钟，请作答。放冰块降温，额头、胸口、腋下。你的，我答案是 C 腋下。C 腋下，锁定。哇，是吧？因为腋下是人的所有部位里面体温最高的地方。哦，那请问你现在腋下如何？很好，它温度下很低。摄影棚很冷。在这个地方放冰块，你自己去想想，真的。会马上会抖一下，对不对？综艺节目处罚人的项目吧。对，好像腋下答对啦！正确答案就是腋下，10,000元，耶！好，太棒了！到底有没有办法接下狐狸人的面具呢？我们来看看这一题，请问你第四题。根据爱家基金会票选，哪一句情话是情侣之间最爱听到的？A. 我爱你 B. 有你真好 C. 我好想你五秒钟请作答 5, 4, 3, 2, 1 我每天早上睡醒都会跟我太太讲一句话是无力紧后有你真好然后抱一下这样所以我选 B. 有你真好 What? B. 锁定不是我爱你吗狐狸就是比较厉害。狐狸哦，我告诉你，早上起来跟老婆说有你真好，这一天你就有饭吃了。哎，有你真好会比我爱你强大。当然喽，有你真好就是有你在旁边真好，我爱你都是像你这种人讲的话。没，对，没，可以也可以跟男生说，可以跟家人说啊，都可以啊。好，有你真好，答对啦。答对了耶，是第一名哎。OK， 好，真的是有你真好。哎，我送你黑金电陶炉。哎，电陶炉真好哈，有你真好东西哦。是的，好，接下来回到第一组了。两位新书大卖哈，谢谢。第五题，请问你们过年常会吃的法菜，一般是从哪里采集来的 ？A。海洋 B 沙漠 C 森林五秒钟请作答丁是海洋比较容易吧不是真的那是什么我应该是 B 不是海洋我就记得不是海洋就对了啊沙漠 B 锁定什么真的假的真的法菜沙漠法菜在沙漠里面会有我
那个，是的，那个，女王，这位，金田，陈德烈先生，为什么你觉得法菜是在沙漠里头呢？因为我以前有问过师傅，我也觉得是海洋，然后就问他说是这边是从哪里来，然后师傅跟我讲一个答案，但是他有我忘记了，他很确定告诉我不是海洋，不是从海里面来的。他会不会是讨厌你，所以就没有，不会吧，这么阴险，记得不是，对。 田丽，你知道吗？家里有种吗？一般都是说海洋吧。对啊，一般都是说海洋，对不对？还是他不是要跟你说海洋，他跟你说河里，不是？对，是不是？哎，可是那个斑马就是在旁边点头，哎，女王。斑马在点头。斑马是沙漠，对不对？应该是沙漠。答对了。Yes， Yes。 法菜是在沙漠里面的耶！法菜是在沙漠里面哦。你知道我要送什么吗？这是大师三万八千元的日月行馆，日月双潭的加景是双人的住宿券，刚刚好。双人住宿券，哇，酷！啊，你们两个就可以去耶！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好棒哦，好适合你们两个。 谢谢。沙漠里有长法菜，这样所以说我们真的在一起啦。好啊，哎，对啊，不然你们为什么今天一组啊？对啊，那这样放过我们吧，让我们走吧，好冷啊。直接宣传我们的新书。好，新书。等一下，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沙漠的，快点。啊，因为就是在沙漠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手卡没有。对啊，我总不能说鱼为什么在水里面，我怎么回答？可以问斑马为什么？ 斑马为什么在沙漠？我知道是因为之前中国大陆有推广在那个沙漠化地带种植法菜，种植的用种的，所以法菜是适合在沙漠地区。是的，是的，好，OK，很厉害，接着下来斑马。 好厉害哦！你要不要干脆自己出题，自己问自己算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气死人了！好，第六题，请问你，一般刚出生的熊猫大概有多重 ？A 一杯150公克的红茶 ，B 一瓶600公克的可乐 ，C 一罐1000公克的啤酒。5秒钟，请作答。这题难了吧？难了吧？ 好难哦！答案是 A。好，你的答案是什么？150公克。应该在轻一点，因为熊猫刚出生的时候大概是2两左右。二两，你都讲不出来。二两，哎，锁定100公克。二两，他都想得出来。不过你记不记得我们动物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熊猫生出来之后就一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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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了。妈妈好强哦，厉害。其实90到150哎，他讲的更对哎，其实哇，好强哦，好强啊，斑马，斑马到底好想知道你是谁哦，斑马，你知道甘草二对啊，对，我想知道你跟猪面具打下来是不是很俊俏？是的，来来，奖两万元喽，厉害厉害。接着下来会不会就在这边就结束了呢？怎么可能？请问你们，第七题，人从几岁开始变矮？啊？完了，一个从来没高过的，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A. 30岁 ，B. 40岁 ，C. 50岁。好难。五秒钟，请作答。你有变矮吗？我不知道变矮，但变胖我知道。我知道女生其实过了青春期就开始老化，好，所以其实是很快就会开始。所以你们的答案是30 A 锁定 A。30哦，所以猜的30骨质，所以30岁，所以我以前比现在高一点。哎，啊，什么意思？是的，一点点而已啦，一点点。从30岁就开始变矮，对，答对啦！太不对了啦！哎，真的，30岁每10年大约递减1.27厘米啦。啊，这样我要改名字哎，之后对啊，对啊，149，你慢慢就是150、149，对，不要告诉我这个事实。
没有办法。我们第一项要送价值12000元的 Boss QC 25黑耳机，好棒哦！好好，送我这个最哇，这个很好哎，很棒，好优哦，好不好？哎，接下来会送很多很棒的礼物，会不会在这边就打住了呢？这一组要这样吗？这两位要这样，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好，好，已经来到第八题喽。来，请问你们。传说在冰箱发明之前，古俄罗斯人会用什么方法防止新鲜牛奶腐坏 ？A. 装在牛的胃里 ，B. 把牛奶放在树洞中 ，C. 放一只青蛙在牛奶里。牛奶里。牛奶里。啊！五秒钟，请作答。答案哦，我觉得是 B 耶，因为之前防止牛奶腐坏，它会被气死，气死吐出来。你们的。答案是，我觉得是 B 哎，因为之前对 B 是 C 吗？啊，我觉得你到底 B 还是 C？B 锁定，锁定，锁定 B， 锁定 B。我不是跟你讲吗？他们答的题就会错，猜的反应就对了。哎，啊，所以他们说把牛奶放在树洞里，答错啦！是青蛙，青蛙，为什么？青蛙的表皮分泌物中含有丰富的抗菌和抗真菌物质，可以大大减缓牛奶的变质速度。是的，赶快，哎，我这一项这很厉害哦，20000元有陶炉，有这个 Boss 的黑耳机，还有日月行管。对，哪一位？哪一位？好的。恭喜你获得这么多奖品，又可以去日月行馆住宿，又可以得到 BOSS 的耳机，相当相当厉害。今天我们还有两组人马女王好，是的，最厉害的斑马，还有狐狸人，这个我们是不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呢？对他们也有奖品哦，是的吗？来，斑马，我们打先看狐狸，先看狐狸好了，狐狸，狐狸，一二三，哇，律师。是律师，律师你好，律师你好，好，蔡志雄律师，打算写那个律师函来给贵节目了，这个是虐待的行为，虐待人行为，因为他已经全身都在流汗，对，好，哎哎，要你也得个咖啡机回去可以解一解啊，好，可以得到咖啡机，让老公每天弄咖啡给你喝，真的，斑马，斑马是谁？斑马你是谁？哇，你是谁？他是谁？他是孔繁景的儿子。哦，太厉害！孔子的后代传人。哎，欢迎你，欢迎你，太厉害，再来啦！好，你也可以得到咖啡机哦。也可以得到咖啡机。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各位，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好，女王的密室。好，下次见啦，拜拜，谢谢，谢谢。